28题说有一个悬吊式等命天平，起码的横梁有100小格，最小的是 0.1 公克，然后呢物体放在左盘，砝码放在右盘，砝码有放20公克一个，10公克一个，起码放的位置呢是在34跟35之间，那请问你我们的质量该多少？我们在学习天平的使用的时候，我们知道我们把砝码的质量加起来就是我们物体的质量，所以现在用了20公克一个，10公克一个，那就会有30公克。那么我们的起码刻度在34跟35之间，因为一个最小刻度是 0.1 公克，所以34个刻度就是表示是 3.4 公克，35个刻度呢就表示是 3.5 公克，在这两个之间呢我们就写成 3.45， 所以呢我们原来的整数的整块砝码的是30公克，还有一个起码呢是叫做 3.45， 所以我们加起来呢就是 33.45 公克，所以呢我们这一题我们的答案呢应该选择的是 B， 我们的物体的质量应该是 B 33.45 公克。